你听过铁观音的故事吗？这里是福建安溪，一个藏着无数茶香故事的地方。我是唐诗逸，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探索安溪，感受这里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让我们一起听听大自然的声音，开始这段旅程吧。清水岩，一个充满历史故事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古代的石刻和清澈的泉水诉说着过去的传说。传统与现代的新式茶饮融合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风味，每一口都是对传统茶文化的新解读。